大家好，又嚟到呢个实况嘅时间啦，我系金野。好啦，今日咧又同大家嚟攻略呢个200cc 啦。今日我就谂住用摩托，架车就咁嘅样咧。今日咧就同大家谂住攻略呢个 Star 级嘅，好开波。好啦，开始。今次是第三次攻略啦，开始困难啊！啲关卡系呢个 Star 级嘅，好第一关就系呢个新山嘅机场，新山机场呢一关就整体上就唔算太难，但系就如果你太快嘅就会好容易炒到车，所以都系要稍下就。是不要做一些 jump action。 好啦，這沒事，盡量執金幣。現在十粒就需要再去理會啲金幣。剛剛有一個 misplay， 剛剛應該 jump action 好了，這盒很阻頂，其實可以用舊盒龜扔爛它的，但有點不值。有藍龜來了，在這個 moment 我就對了，沒用的跌落街啊，差少少避到新打，唔系嘛 ？Kira 咁恐怖呢个名词嚟 ，Kira 好啦，第三 rap， 第四 在後邊啫，正好。咁我都唔可以大意啊！大意又俾佢追，一人偷嘢，緊要，仲有一隻。好，好，第一關就都算成功啦，攞到第一先啦。好，第二關啦。其實呢關 Star 級。真系就开始有些少难度提升，都系要揸多啲去练熟嗰关嘢。呢一关咧就认真讲，因为佢系水同埋佢基本上喺水入边度去揸咧，所以咧就比较难制嘅，系啦。所以咧呢一关我都唔系太擅长。用咗佢先金币，我通常咧就会兜中间去，系啦，我系会拣中间条路，因为顺路啦。唉死啦，败咗添。咦啦，呢个好大飞啊！诶，好彩唔系条路啫，喺空中度击落，呢下真系太～我啲 shortcut 喎，前面條友。九嚿金幣，六十粒。哇死啦！我點我呢度？唔掂喎，真系乜嘢？虽然都未俾人追过，系啊，俾人追过啦，仲要俾嚿绿龟，够唔够点使好？
大鑊，今日真係好熱嘅，好彩救得到啫。希望用得著啦，喺最尾嗰個彎，唔係啊嘛，唔好唔好。啲藍龜爆 ，Oh yes！ 哇，好險啊嘛，俾嚿藍龜救到啊！唉，有啲心急，搞到真係揸得好差啲。唔緊要啦，都算我 damage。好啦，第三關啦。呢一關咧，第三關咧，其實係幾有趣嘅，喺我入邊。都幾好玩嘅，都幾多漂移。但始終都係有啲跌落街嘅位置，所以就都係唔好帶，揸得小心啲。哇，係犀利喎！到就一直飄到嚟，死啦！揸得太應該，好多好多呢、這個，哇係綠龜，好多呢、這個壞的角色在這個 top 的哇很險，頭那幾名的話咦閃了下街了，有點兒樣衰，現在都算穩定，我得三金币，好啦，诶，有蓝龟嚟噶，哇，唔系嘛，又嚟新大家蓝龟，呢个无可避免嘅状况啊。但是都算好彩，而家同第二名嗰個有段距離啊，暫時整都應該追唔到嘅。好啦，好彩啫。話時話講起物質咧，始終都係有某啲難轉彎嘅地方，或者係有啲唔擅長嘅位置度俾人噴咧，真係都會幾辛苦，真係。系啦，真系会都会有啲猛嘅。好啦，拉屎啦，咁快嚟到呢关雪山关啊！认真讲呢一关咧，我就真系太擅长，因为咧雪山关真系太跣。喺200cc 嚟讲咧，跣咧系一个好大嘅，系啊，一样好难去操作到嘅嘢。隨時跣咗落街啊，然之後就 time loss， 所以冰關同水關咧，真係都有翻咁上下難度。好啦，你一個 shortcut 先。所以咧，如果始終如果唔係太擅長嗰關 boss 點樣揸咧，就要盡量去放膽去做多啲 shortcut 之類。咁就起碼有翻個機會去攞翻啲高啲嘅難處。同埋呢一個位其實咧就唔係太識揸喺度，水流呢度真係成日都上唔到啲加速啊！哇，好驚！啲樹好阻嘅，好似見到佢喺後邊。應該又嚟，今日場場都有，好似之後嚟新打，今次倒轉咗啦。
啊，唔想林美香啊，我真 at 唔到添，死啦，咁都太神啦，好，一波又快等，喺度抽到啲咩？食啦你，啊喺啱啱最尾嗰个玩唔成太难，但系点都好啦，成功攞到第一名。今次呢个 Star Cup 就都有呢个 items 嘅影响，系啦，所以先都攞到第一名。今次系比较依赖咗呢个 item， 但系点都好啦，我都攞到呢个三星嘅，啊，冇错。幾好喎，其實魔童都其實都我唔係第我唔係揸咁多次，但係都幾好用得，都幾快啊，幾穩定。好，咁今次嘅實況咧，應該到此為止啦。如果有咩 comment request 就可以隨時留言啦。就同埋有啲有興趣咧睇就可以睇埋我其他嗰啲動畫或者實況，同埋如果。有興趣嘅就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個 channel 啦，咁就下次希望可以再見到大家啦。